你们都来了没？还是我等你们一会儿？好，我等你们一会儿。看我这么亮，是吗？好了，八点了啊。那个，今天呢，是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公益活动。我呢，也是，我的师哥蒋劲夫同学向我发起了这个挑战邀请，爱心一碗饭，然后免费午餐的一个微公益，然后呢，我们会把今天在我直播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收益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来为他们改善午餐。怎么来为他们改善这个午餐的条件，希望他们在他们的地方能吃到更丰盛更有营养的午餐。那今天呢，我也准备了一双筷子，还有一碗白饭。其实这个时间吃白饭真的有点罪恶了，但是今天我要什么都不吃，就干吃一碗白饭，把这碗白饭吃掉，也算是来接受一个挑战。那同时呢，也边吃呢，我们也可以聊聊天啊，然后好久也没跟你们聊天了，你们看着我吃，我边吃边跟你们聊，大家闲聊会天，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跟我说。好，我知道你们已经来了。乔宇什么？我看不清，今天在你后面穿迷彩服，你好不好？好，我现在吃，我开吃了。听不见。你们听见我说话？能听见我说话吗？不是，你们能先告诉我能听见我说话吗？听见 ，OK。约吗？约。我们今天不就约了吗？我这次送的跑车，丢卡少女是不是你？丢卡少女，谢谢你送我的。兰博基尼，谢谢你又送我的法拉利。声音好小吗？等会儿我调一下。能听见了吗？这位声音大了吗？我是右手吃饭啊，就是右手吧，是因为你们看的是相反的。多吃点，没有菜。今天的挑战就是，谢谢哈利路亚波波送我的法拉利，送谢谢咪咪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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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送我的兰博基尼。谢谢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通过我的努力和你们看我吃饭，应该多送我点礼物，然后我们就能把这些东西全都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再让他们吃到更好的午餐。
嗯，有人不让我说话，让我光吃饭，我在吃。看不到点吗？哎，我们先确定一下，你们现在看我卡吗？然后你们能听清楚我说话吗？要不我怕弄不好的话，一会儿时间长了你们都看不见我在干什么。好 ，OK， 能听见不卡，那么就聊天吧。今天呢也是我刚刚收工回来，拍了一天的戏，然后晚上正好也没吃饭，因为晚上就等着吃这一碗白饭。我真的不是左撇子，我真的是在拿右手吃饭。秀晶呢？秀晶应该回去睡觉了。嗯，因为遇见你呢，也已经开机了。嗯，我也已经去拍了几场戏了，然后都特别特别的顺利，然后你们也放心，反正我就是到处跑，然后我也希望能拍更多的作品，当然你们想看到我的，能更多的在电视上看到我，然后我也特别珍惜现在跟你们这种聊天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这种机会真的太少，所以这次再一次感谢微公益，感谢免费午餐做的爱心一碗饭这个活动，能让我们既把公益做了，然后又能为我们创造一个聊天的时间，太好！你们还能看我吃饭，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吃的？没有啊，不会啊，我吃完饭了还会跟你们再聊一会儿，我今天尽量多跟你们聊一会儿。对啊，我在吃。好，我慢点吃，让你们多看我一会儿，我也多跟你们聊一会儿。在吃什么？在吃米饭，白米饭啊。对，我瘦了，最近确实一直在瘦，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瘦点好，瘦点上就会好看一点。对了，快到端午节了，然后刚才我看有人问我端午节还能不能回家，端午节肯定回不了家了，因为要拍戏啊，有工作啊，如果你们在家好好过节，我就不回家过节了，如果我要回家过节了耽误了拍戏，你们就看不到我的新戏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回去了，自己孤苦伶仃的在剧组过端午节吧。哎，差点忘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跟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日子，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今天高考的？有没有今天高考的？考得怎么样？其实今天高考的同学可以来这儿跟我聊会天，我帮你们舒缓一下你们紧张的心情，让你们明天能考得更好。
数学爆难。对，数学，我也会认为数学应该是每年高考中最难的一个了。作文好难，高考第一天考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好像考数学，上午是数学吧？上午是数学，下午是文综或理综，对不对？我在剧组啊，现在在毕业季的剧组，在拍毕业季的。哦，第一天是语文数学啊，我怎么记得我高考的时候第一天不是语文数学，还是我记错了？考砸了，没关系，不要气馁，相信我。高考之前的模拟考试一定都会考得不好，但等到了真正高考的这一天，一定会比之前的模拟考试，比你之前的成绩考得都会好，真的，相信我。因为当年我就是这样，在高考的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气氛当中，会超常发挥自己的一种能力，会考得更好。我喝口水。我看得见你说话，你说的我都能看见，但是有的刷的太快了，我看不清了。对啊，过几天又是中考了，高考明天还剩最后一天，高考同学加油，马上也要中考。中考的同学也加油，祝你们考上你们喜欢的高中，然后在高中学三年，再预祝你们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你们有喜欢艺术的同学们可以考上海戏剧学院啊，那真的是一所特别美丽的大学，好像在给上戏打广告一样。可能有的同学刚进来啊，问我为什么没有菜，那这次的公益就叫爱心一碗饭，那就吃一碗白饭，然后来做公益，把我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收益都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帮他们改善他们的午餐。谢谢 Miki 杠十送给我的蓝莓基尼，谢谢海椒送我的蓝莓基尼，再谢谢 Miki， 哇，你们好有钱啊，你们光送我跑车。卡住了，不可能，我有卡住吗？我有卡吗？有卡吗？是我没动吗？对啊，一会儿其实应该也不会睡太晚吧，一会儿跟你们聊完天，等我吃完饭，然后还要看明天的剧本，看完剧本了就可以睡觉。明天还高考的同学们，跟我聊一会儿就可以去睡觉，一定要考试期间一定要保证睡眠，睡得好，第二天的头脑就会很清醒，
如果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是晕的，真的。白饭好吃吗？好吃，好像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单纯的吃一碗白饭了，好像仔细这么一吃，好像吃出来了不一样很特别的味道一样。这我吃的每一口都是在吃一份，但是在吃一份爱心。今天我们一起捐献出去的，你们每一个人的一份爱心，我帮你们吃。因为遇见你，中秋还拍吗？中秋是什么时候？你们听不清我说话对吧？不应该啊，能听清吗？谢谢欣欣送我的法拉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献出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我也替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谢谢你们。我觉得其实能靠我们的力量去做一份公益，去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我真的觉得是个挺幸福的事。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我跟你们在这儿聊天，可能聊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但简单的这半个小时跟40分钟中的聊天，其实背后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多大的能量，去可以帮助多少多少还吃不上饭或者对吃饭还困难的一些孩子们，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们，所以其实是一件挺伟大的一件事儿。我从以后我也一定会经常，如果一有机会我一定就会做公益，尽自己能出的那一份力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真的，所以特别心疼他们，真的。对啊，如果我去做公益，我当然需要你们的支持，你们是我最最坚强的后盾，对吧？唱个歌啊，我们今天做公益唱歌不太合适吧？等哪天不做公益了，我们私聊的时候我给你们唱。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吃饭。嗯，《楚乔传》还演吗？哎，最近对这个聊点私事儿。这个最近好像好多人，我看好多人都问我这个楚乔还演不演，怎么演？嗯，有人跟你们说我不演吗？没有啊，我演啊，去啊，但是楚乔还不着急拍到我，所以先不着急去，但我一定会去的。我饭都快吃完了，我吃米饭，然后再喝水，觉得好撑啊！为什么？
新戏什么时候上？嗯，我觉得好像有几部戏应该都会在今年年底吧。对，《白鹿原》可能也会今年年底播吧，这有可能啊。我听说啊，我但是我不确定。我一粒一粒两粒两粒的吃的慢一点，就因为为的是跟你们能多聊一会儿。是个吃货，我是个吃货啊，其实我特别爱吃，但是你知道就是必须的，每天都要控制自己进食的欲望，但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爱吃，我是那种真的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就是也不挑食，什么都吃。你说有多可怕？就是不挑食，哎，什么都吃。所以你说我要是真是放开吃，我得吃成什么样？今年啥时候回家？哎，我也不知道今年什么时候回家，但是我现在也特别想回家。对啊，嗯，一出来拍戏就特别特别想家，特别特别想回去。对。不挑食的孩子长得特别帅，你这么一说，所有人都不挑食了，所有人为了帅都不挑食了。Sorry 啊，我刚才我的手机掉了。对不起，我的手机掉了，幸亏没有摔坏。摔哎，谢谢最爱马卡龙六送我的，哦，这是什么游艇啊还是游轮啊？真抱歉啊，也吓我一跳，吓你一跳啊，抱歉抱歉。谢谢丢卡少女送我的这个游艇。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因为我把手机放到这儿了，所以不小心给掉了，对不起对不起，吓我一跳。嗯，我饭要吃完了，还有几粒，不能浪费。每一粒米都是你们的爱心，不能浪费，我要全吃掉。我先把饭吃完。吃完了，看，爱心一碗饭完毕，吃的特别干净，真的都不用刷碗了，每天可以接着用。好，我吃完了，那先说一下这个爱心一碗饭，这个我接受我师哥蒋劲夫的这个挑战邀请的挑战。完成，然后再一次说明，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所有的收益都会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所以也先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我的挑战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就跟你们聊天了。嗯，这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会直播的。是不是现在有了直播的这个东西，你们
你们更喜欢看这个直播了，不喜欢看这个什么发照片啊什么的，不喜欢看那种静态的了，还是喜欢看这种动态的东西？该洗碗了，我去洗碗就跟你们聊不了天了。谢谢海椒送我的兰博基尼。谢谢 Mickey 送的法拉利，谢谢。你们现在都在干嘛？现在几点了？八点半。你们现在在干嘛？你们是很认真的在看我直播呢，还是你们在干什么？复习，哇塞！竟然有人边看我直播边复习，那真的，你好好复习，是不是在准备明天的考试？我觉得高考的同学们可以点退出了，你们赶快去准备好明天的考试的用品，千万不要忘带东西，忘带东西很可怕的，对，尤其是要一定要带好你们的准考证。如果你们不带准考证的话，我还得去给你们送准考证，对吧？真等我给你们送准考证？不，我开玩笑的啊，你们一定得带上啊，别不带，等我给你送去。我不是左撇子，我都说了。但是其实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从妈妈就是天生我是左撇子，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对我自己左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然后小的时候姥姥就把我的左撇子生给掰到右手上了，所以从我记事起一直用的都是右手，但听妈妈、爸爸妈妈跟姥姥他们说，传说中我小的时候是左撇子，然后还说不都说用左手的人比较聪明吗？好像老话有这个说法，然后说用左撇子就是左撇子的人会比较聪明，然后我还跟我妈说，然后我还跟我姥姥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给掰过来？我用左手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还聪明，对不对？我靠，确实左手。真的有点看不清你们说，我有点看得眼花了。太聪明的人要挨打，为什么嘞？为什么聪明的人要挨打嘞？现在的每一个戏拍的都特别特别的顺利。别姐拍得特别顺利，然后因为遇见你刚开机没多久，然后也很顺利，你们放心。还没到端午节了吧？端午节应该是九号对吧？对，应该是九号，所以不一定要端午节当天吃粽子。
然后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去楚乔？楚乔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了，但是应该不着急吧？为什么有人拿鸡蛋砸我？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拿鸡蛋砸我嘞？睡觉睡觉，明天还有考试的同学们该去洗洗睡睡了。我是不是吃饭吃的太快了？我是不是应该慢点吃？应该再多吃一点。吃完了，我收起来了。我吃完了。有人问我，我吃完了，我再来一碗，我吃不了了，太晚了，不能再吃了。爱心一碗饭就要吃一碗。多了就不叫爱心一碗饭了。对啊，再吃就不好了。在温州拍戏，其实因为这个戏拍得特别紧张，所以没有去吃什么好吃的，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温州有什么好吃的。你们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温州有什么好吃的，有时间的话我去吃。带我去。好啊，约嘛约，我跟你们约，现在不又跟你们约着嘞？天一角啊，天一角在哪儿？在温州吗？天一角，温州皮革厂，皮革厂，去皮革厂吃什么？去皮革厂，好坏你们，让我说吃好吃的，你让我去皮革厂，你让我，天一角温州小吃，好呀，我知道了，我拿起来吧，好不好？我那样带着我。怕你们看不见，我手机好烫。这样你们是不是也能看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有人说温州皮革厂倒闭了呢？刚才还有人让我去，然后你就告我倒闭了。手机不会没电的，我是充好电跟你们聊的。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这么聊会儿天特别特别的好呢？反正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哎。你们让我唱歌，我房间里在放歌，你们能听见什么歌吗？这首歌完了。哎，我们来猜歌吧，你们来猜下一首是什么歌。稍等啊，还没有唱。能听见吗？快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周杰伦的，有人猜对了。那周杰伦的什么歌呢？这是什么歌来着？不对，不是晴天。这是什么歌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哎，有人猜对了，回到过去，是不是？这是不是回到过去？我想不起来了。真的是回到过去。哇，你们好厉害啊！太厉害了，真的没有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你们听不到的东西，没有你们看不到的。对啊，我很喜欢周杰伦啊。我喜欢周杰伦，我记得是他还没有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好像去买什么东西，然后给我了一张卡碟，但那张不是卡碟，那个 CD， 给了我这张 CD， 然后里边只有他第一张专辑的几首歌。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听，那应该是什么时候？那应该是反正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了。然后后来，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才发行，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又马上要出新专辑了，然后前两天看他发了第一支新歌《前世情人》。给他女儿写的，特别特别特别感动，觉得就是这样。我喜欢他，一路陪他走来，见证了他从一个少年然后成长到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写的歌的变化会感受特别深。也就像你们从现在陪伴着我，一直到可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再回想起现在此时此刻，真的是一个，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和幸福的事情。谢谢张洪阳送的兰博基尼。我知道你们会一直陪着我，所以我要有更好的作品，有更好的东西去呈现给你们，让你们能一直支持我，让你们能一直看到我更多的一面，更好的作品，更好的东西，能不让你们不忘你们的，怎么不玩什么？我刚才说哪儿了？我刚才说的，对，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再放一会儿，再跟你们聊一会儿，然后我就再跟你们聊一会儿，我就要去看剧本了。我要是能看见你们就好了，是吧？
我会好好休息，放心，看我精力多么充沛，看我容光焕发，状态多么的好，所以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好好爱护自己。麦克吗？哎，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是做公益，我们今天这个在做一项很伟大的公益活动，对，所以唱歌卖萌，今后还给你们。今天做公益，然后还跟你们来聊聊天，谈谈心。其实我在外头拍戏，然后也挺少有时间去说这么多话，然后去有人就是能很少有时间能安安静静的坐下来能聊会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有这么个机会能跟你们聊一聊，虽然我只能看见你们的文字，然后我在一个人说，但是你们很多人的这种很多人发的文字我能看见，我就会感觉真的跟你们在面对面的聊天一样。对，问我一个问题可以啊，你们问啊。你不会要问我的那个问题是我们家有没有 WiFi 吗？右手中指怎么了？前一阵健身的时候被砸了，然后其实已经好了，但是还有淤血，对，血还没有散开，所以已经好了，没关系的。疼吗？疼，真的被砸了以后才真的深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十指连心。哇，我都跟你们，哎，这个是，哦，对哦，我跟你们都聊了45分钟了，快，哇，这么久了，不知不觉的就时间过得这么快。有机会的话，一定我们会见到的呀。我也，其实你们每一个给我留言的人啊，跟我聊天的人，其实我都特别想知道你们是谁，我也特别想，也特别想见到你们，对，特别想一一的当面感谢你们那么喜欢我，对，但是我都不知道你们的样子是什么。对啊，还有你们探班的事情啊，其实还是发自我的内心，其实我是不愿意让你们来回跑的，尤其你比如来讲啊，比如如果我在北京、上海或者在一个地方拍戏，如果
你们是就生活在当地的，你们过来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就你们如果大老远从另一个城市跑到这个城市，其实我是特别不提倡的。我知道你们想看看我好不好啊，然后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你们的路上的安全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其实是这个是我特别担心的，所以我真的不提倡你们会跨城市然后来探班。因为拍戏呢也会去好多个城市，不同的城市，所以我相信有机会我们一定都会见面的。谢谢 Mickey 的兰博基尼。哇，今天好像收了好多兰博基尼了。多久没打篮球了？啊，好久没打篮球了。对，但过几天应该有机会可以打。过一天可以去打球了，对，最近温州的天气其实还好吧，没有那么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对，所以趁不热的时候赶快拍。我一说我全国各地都会去，然后你们就问我这儿会不会在哪儿会。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48分钟，我跟你们聊，我们等到50分钟好不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完成今天的公益活动，然后在我开始直播的时候，然后我的一条微博应该也发出去了，然后在我接受完我师哥蒋俊夫的挑战邀请之后，那今天呢应该算是我挑战成功吧，对不对？应该算是成功。然后今天呢，我尽我自己的一点点能力，然后主要是靠你们大家的力量。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在这50多分钟的时间内，我相信我们一定献出了我们很多的爱心。那接下来我也会向杨乐同学发起挑战邀请，然后然后也希望他能把爱心一碗饭的这个公益活动然后接力下去，然后我们也一起等待杨乐同学的挑战。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这样了，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天，我会一直想着你们的，你们也要想着我。然后最后呢，再预祝明天高考的同学们考试加油，高考加油。祝你们金榜题名，都能考到自己喜欢的大学。
然后去尽情享受你们的大学生活吧。好了，那今天就这样，谢谢你们，再次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然后也感谢你们今天晚上能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爱心一碗饭的公益活动，谢谢你们，谢谢，拜拜。